好，今天是圣诞节，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些圣诞节的单字。那现在你这里面有一些圣诞节的单字，那请你们填在旁边。第一个字 being 是什么意思？对，你好。第二字 calm， 对，平静的。好，第三个 Christ， 对，基督。第四个 glory。对，荣耀光辉的 glory。 好，第五个 heaven， 对，天堂。第六个 holy， 对。第七个 infant， 婴儿，对。然后第八个 Jesus， 对，然后 mild， 不是温和的啊， quick，对，震动，其实就像地震是 earthquake， 那这边就是quick 就是动词 quick， 震动。 radiant， 发光的 radiant， OK， 发光的。好， redeem， 对， redeem 救赎。好，对，然后 saver， saver， 对，救世主。 shepherd，对 ，sight， 这里不是光 ，light 才是光 ，sight， OK， 情境 ，OK， OK， string， string， 对，溪流 ，OK， 好，最后一个 tender。对，温柔的，温软的。